界，用该死的山脉控制着轮回的发展。如果不把它摧毁，我们就会轮回到这肮脏世界的隐喻深渊。善恶法则，你们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你离开你肮脏的躯体。预备，放！华瑞，找到身上有天珠的人，保护他。你是阿修罗王天珠，天珠，就算有天珠又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他，师父才会被阿修罗王害死的。如果你觉得杀了我就能阻止这一切的话，来呀，来呀，往这儿死！带有天珠的人找到了，但愿他带来的是希望。你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们。你这个恶魔！